向日葵花田的美景吸引新住民特地来拍照，一旁还有控窑活动，体验农村乐。仁德区公所的农业产业文化活动也有慈济人身影。上壶了，来。回收纸板特制的大富翁游戏吸引许多学童特地来玩，因为要保护地球，所以要省水哈。那有些益智的游戏，有奖征答，都是把环保的理念把它落实在游戏当中。环保回收概念融入游戏，还有保特瓶回收再制的过程，也能在现场呈现。抽丝完之后做成很多用品，有环保袋。从我们的保特品这边收集回来之后回收的再制品，实际有发展出有一些更好的一个相关的产品跟科技来做结合，那为我们的环保爱地球部分付了很大的心力。区公所与慈济合作，要把环保观念深入民众的生活，让更多人加入守护地球行列。大爱新闻陈怡珍、郑若平、杨峰旭台南。